请问，两位交往多久发生关系？哇，真尴尬哎！哇，真尴尬哎！走，各位，我们要尽量来进行我们第一次快问快答。是不是啊？不对，我们是要我们不打，我们夫妻不打啊，不打，我们不打，我们今天要用健康一点的方式来进行活动。想看我们打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要打多大力就有多大力。好，今天谢彼得爸来帮我们拍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人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问题。没错，我们什么问题都不知道，可是彼得爸刚才特地帮我们想了10个问题要问我们。OK， 我都出好了。游戏规则就是呢，等一下我们会轮流答题，那答错的人呢，我们就会请他到跑步机上跑步。那呢，错一次呢就跑3分钟，第二题6分，第三题9分，越来越严。就是我要告诉他，他今天一定会输得非常的凄惨，他明天会双腿抖到不行。哦，所以你有信心？我有信心，我确定，我觉得我一定会。哇哦，一家之主绝对不能丢脸。你看我这身材，有需要跑步吗？是不是苗条？跑的人一定是他。你看，我自己讲的。第一题，请问，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是几月几号？宴客那一天。宴客。男生没有再记得啦。他不可能。你要不要先上去跑？他不可能。对，我们觉得这十题如果我们都答对，就不用跑了。哎，对，三、二、一，哦，六月十七，没有。2008年的星期，女人很恐怖哈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你这样不行，你没有写日期，你也没有年份，没有，他就是错，他就是错吧，这是一吧，这是一吧，所以一定跑。OK 啊，跑起来啊，运动有益身体健康。我跟你讲，这题我就烂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我是答得很好，是不是？一看就是答得很好。3分钟嘛，哎，三分钟。你跟你讲，要跑步之前，那这个一定要先夹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可能会跑走，因为我怕我没办法跑那么快，一脱离这个机器就停了。它是扣吸住是吧？对啊，这个它会吸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等一下，太慢了吧，直接加速啦！哎、欸，这个无限的很方便哎、欸，直接加到3，加到六，你要这样子连续3分钟哦，加到六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老人家这样就已经有点喘了，我听到喘的声音哎，老人家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嗯、啊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的，真的，可以。加油！现在只有跑30秒了。啊，才跑30秒。等一下，我才跑30秒吗？对。嗯、等一下，哪边有写30秒啊？有没有秒数哎？还有卡路里耶、欸，有点语无伦次啊。你跑这样子，才消耗0.006秒。1分钟，一分钟。我要流汗了，我快不行了。等一下，才1分钟。啊，等一下跑几分钟？下一题要6分钟，你确定？不要啦，我就说吧，他今天直接跑50分。玩这么大？哎，我忽然觉得我一开始调得太快，这个六啊，调到6公里，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跑步。对，这台是可以调到8的，听说这台是新款。叫我们直接帮你调好吧。先不用，可以等一下。加油！真的要流汗。刚才我明明是答6月27，是他凹我跑步，等一下他就知道。哎、欸，我明明就答得很好。等一下你就知道。我连礼拜。跑起来安静哎，感觉蛮静。可以了，听。好，慢慢变慢。哎、欸，它会自己慢慢，我是按关掉，它是自己，它就会慢慢变慢。对，它是自己慢慢结束的，不然你会喷飞啊。哦，对哈、哦，你如果喷的话，你会喷飞。真的很快流汗了。第二题，请问，两位第一次接吻的地方？这一题我如果答对，你上去跑。过吗？好不好？我们是看谁答得好哎。看一下，猜一题。可以写注音吧？可以写注音。好。你看我厉害吧，不要晕。哎呦，你觉得谁？我觉得两个人应该打得蛮不一样的。他完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想啊，不对，我答错了。等一下，我改一下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好像不是在，不是吗？是不是在那个啊？你忘记了，我们都是儿童乐园，记不记得？老爸改了一个答案。他改了一定更错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老爸改了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们交往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啊？好像有啊，有啦有啦。他是搞又搞错。OK， 3、2、1，猫懒。我原本写猫懒，我怎么骗我的？你们两个字写不一样，一个写注意，一个用换。彼得爸都是你害的，应该讲6分钟。
OK 啦，老爸，我为了你好啊，多运动，有益身体健康。六分钟嘛，我可以的。你就刚好这样，然后跑完十几啊，因为运动其实中间也不能休息太久，你就刚好要每一题写完上来。你知道十题怎么要跑？两题都我跑的、欸。三分钟嘛，然后就是要跑六分钟。哎、欸，就是要跑六分钟。这样就九分钟了。可以的。哎、欸，他遥控器好小，我觉得我这样。它可以控制速度，可是不要再调了，不要再调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可以的。直接等一下给它升到过等级。那最快一道，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八题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快点说爱我，说爱我半条命。我爱你。快点啊，很快。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也不能太慢了。哦，这样可以。再复习一次，我们第一次接吻在哪里？猫缆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。结婚纪念日，结婚纪念日，6/17，星期五，星期五，2008年。你已经跑了300步了，你看这边270。哎，它有步数哎。你已经跑了280。八十。哦，我卡路里消耗多少？帮我看一下。哎，你今天应该是你走最多的时间了。对啊，哎，我已经跑200公尺了，目前跑200公尺。加油啊！有。有。有。哎、欸，家里有跑步机，好像也蛮棒的。可是我真的流汗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棒哎、欸，就是你随时都可以，就可以边跑啊，然后边看个电视啊。没有，最主要这个也不占主机啊。等一下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为什么不占主机。可是我觉得最后离我好远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慢慢减哎、欸。总共跑6分钟，跑了800多步啊。哎、欸，你今天会不会直接跑了880步？然后卡路里是545。请问，两位交往多久发生关系？哇，真尴尬哎！想得起来吗？我的答案一定是对的。我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。好，你真不知道，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不知道？我换你跑，一个月还 OK， 差不多啦。那你没有很荒唐哎？我没有很荒唐，很荒唐。我真的想不起来，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是因为太多人。可能可能不是，就想不起来，年代也太久远了。你看，你要跑9分钟哎。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是第一次是在哪什么时候，真的不知道还是想不起来。这样子跑下去，我们两个人应该真的会瘦哦，会瘦，真的会瘦。请回答对方祖母的名字。祖母。丁州麦年。可是我不知道你阿妈叫什么。彼得爸，我觉得你人真的很好，你知道，因为她嫁给我，嫁给我的时候，我阿妈已经过世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所以她不知道。我一年才去看她阿妈一次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有没有看到那个上面写的名字？不会注意看她，因为她有个图片。现在2-2。那个明年扫墓的时候，我会好好跟阿妈好好聊聊。哇，刚刚跑完9分钟，这一次是12分。直接补一补，看着外面人都那个风景。就会想，我想去冰岛，我好想去冰岛哦。10分钟了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10分钟了。我下一题一定要答对。你一连输2题嘞。我下一题一定要答对。好，哦，终于跑完了，12分。好像阿萨。真不行。请问老婆的三围？应该大概吧。谢谢老爸，我跟你讲。这个是我希望女生的三围。你重写，你要跑15分钟。我想说，我希望嘛，梦想跟现实总是有点差距的，你知道？好，重写。但现实是你要再跑15分钟。我们还是顾好现实啊，我换一下，换。梦想这样就好，梦想换一个现实。幻想，幻想。我改好了，改好了吗 ？OK 吗？改好了 ，OK 了。好，3、2、1，3、2、2、3、3、5，基本上我猜一个。我写33243，哎，差不多啦，对，蛮近的，这这你不用跑吧？对啊，差不多。研究这些东西，我原本是想说，然后就在乎这个啊，他只知道，比如说12、18、2.8，这种数字。请问对方今天内裤的颜色，拿手吧。你昨天晚上有换吗？有。糟糕了。有，昨天晚上有换。糟糕了，这样对方的，对方的，你看一下，昨天晚上。你知道妈咪是什么？所以我要先。我今天有换这个。阿咪是红色吗？还是黑色？我猜的，我不确定。我猜的。你穿什么颜色啊？我不要告诉你，我都不穿。你穿什么颜色？我猜。红色。红色是？应该是红色。
色。他说他有换。我说我有换哎、欸。应该有他有换。好，红色，我相信悠悠。你的是错的。啊？我的是黑色。那我猜对了。哇！来，你猜什么颜色？蓝色。你每次干嘛换内裤啊？因为我就是想说，我要运动的时候我会换比较稀罕的。干嘛？我怎么要交代这些？为什么要交代？我怎么会知道内裤穿什么颜色啊？黑皮的，我知道。我有时候连我自己内裤穿什么颜色我都会忘记哎。其实他内裤颜色，其实我真心是用猜的，是因为我刚刚好我在收衣服。我就搜了一下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有什么颜色比较少，那我就猜那一件、哦，因为可能在身上。哎、欸，有逻辑的。对对对，有猜的逻辑。啊、哦，他会输，本身就是要多运动，多运动才会瘦。你现在跑的时候就要边想着晚上要吃巧克力。我晚上吃巧克力。然后配啤酒。哦。等一下多努力多好一点。巧克力配啤酒，巧克力配啤酒。好，15分，好嘞，时间到，我要下来。我觉得我不会再输了。我认真觉得我一定不会再输了，真的，你看我已经流汗流成这样，不可能输了。OK， 第七题。第七题，请问对方睡前一定会做的事？噔噔，滑手机。有吗？有答对吗？对吗？有，都算有答对吗、哦。第八题，请问对方什么时候最帅最美 ？3, 2, 1, go！ 好，先看一下猜题。付钱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好实际哦，可以。是不是？过关，这过钱，过关。敢很帅吗？超帅！你没有什么时候特别美，只有在帮我买啤酒的时候最美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好肤浅啊。对，完全 OK， 各取所需啊。对，没错，我觉得答案就是可以。对，可以，两个完全互补。好，第九题，请问，对方性幻想的对象是谁？啊，可以。性幻想的对象，对，你知道？这有点浮夸。来，应该是这样。他还没看哦。没呀。哇，应该是我猜想。好啦，请揭晓。他真的太多了。先看谁的？周杰伦。我觉得他跑哎、欸，他真的很肤浅。对啊，太多了。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每次问他说，对，你至少举五个，你就可以不用跑。我们那天去酷脚配，对，你记不记得那个 AKB48？ 我记得。然后我问他说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漂亮？他说我每个都喜欢，我喜欢礼拜一这个，礼拜三这个，礼拜四这个都不一样，最好。OK， 我觉得 OK。对，他蛮实际的。那我有一天周杰伦，他绝对不是我的性幻想。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讲，不要挖坑给我跳。有一天周杰伦他在你面前唱了一首歌，叫做《安静》。嗯，唱完你就会安静。然后唱完跟你说来吧，你会怎么样？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困灵了。我不用跑啊，因为你没有啊。真的没有哎、欸，所以他没有，我不用跑嘛。我们来押宝，押最后一题，跑20分钟。OK， 好吧。玩18、20，差2分钟。对，20分钟。你的爸爸是不是好朋友？不是好朋友，所以我希望你多运动。第十题，请问你们两个第一次吵架的地方在哪里？我猜应该是在这。嗯，对，真的。耶，不用跑，我们俩都不用跑。再增加一题，我们一定要有一题20分钟。OK， 好，这个可以。对，请问对方有几个前任？对方有几个前任？哦，我不知道。交往才算哦，只有发生关系不算。交往才算。对。那男生猜女生不能猜太多，女生猜男生猜多一点。对，是不是都是这样？男女不平等。对。你猜多少？不知道。我猜这样，差不多啊。不能抓太多。好，那是这样。请揭晓。其实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是要想。你看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可是我是凭印象中他曾经跟我交往才算，可能没有这么多。我是凭他跟我讲的印象的人数，然后直接乘以2。那我猜人准吧？3个，对吗？不对。不对，太多还是太少？不对，他是我的第一个。你操！你真是啥？去跑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20分钟了，有流汗吗？有，我有汗。今天、我们选今天拍摄，然后就今天也超热，今天大概28度。对，今天超热的。你们觉得这台跑步机很方便？这台新型跑步机啊很不错，而且很小巧，很时尚。哎、欸，你自己收，我累了，我也不想收。可是我也很累啊。我才累嘞，拜托。赶快啦，收一收啦。我来收。时尚的跑步机就是要时尚的手法，它其实很简单，你就踩一下，像踩摩托车那样，然后把它收进来。收了8块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收。真的？因为像有时候我是会边跑步啊，或者踩脚踏车的时候，
看个练习。我爸不在的时候，我一样可以去修。哇，哎、欸，它看起来很薄哎、欸，它厚度这边只有一点点，好像是说11公分嘛，对，只有哎11公分真的很小，因为一般跑步机都超级大，11公分啊，其实家里的沙发不是太矮的话都可以放得进去、欸，对，你也可以放在沙发底下、啊、床底下、啊，或者是靠墙站啊，或者是你有阳台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，好吧，你就先把它放在靠墙边吧，好，我来把它靠墙，你真的有办法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这样子其实放在家里啊，真的是很方便的，只占了一个小小的空间，然后也不会太大体积。下次还不要说快问快答，我觉得下次我们只是做快问快答，不要快问快跑，好累啊、喔。你们忽然觉得快问快答比较轻松，太辛苦了。好，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、啊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都会发布影片哦。对，也谢谢辉夜跑步机赞助我们这支影片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这边还有辉夜的按摩椅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